首先很遗憾哈，这个事实上大家有看到星期一哈，在财政委员会还有这么多次财政会，在玉珍主持的委员会里头，我都让民进党的委员哦畅所欲言，像到礼拜一的时候是登记到第五轮哦，都没有人登记发言，我们才喊休息。那其实我们也今天也邀请了相当多的地方的这个相关代表，还有各部会的次长哈，请他们到这个就是财委会来哈，如果有什么意见啊，大家可以充分的讨论表达。那大家有看到会议还没有开始的时候，这个郭国荣委员、李坤城委员和其他民进党的委员就开始试图的制造冲突哦。我们非常不愿意看到这样的场面发生。就像那一天，吴秉睿没有任何的理由就突然跑上来，把麦克风丢麦克风，还误伤了他的同党吴思瑶委员哦。我们对议会民主政治的这个最高殿堂哦，有这样的脱序表现，感到非常遗憾。那今天事实上，我们开始也是要念黄珊珊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哦，有四条哦，他针对民众党团所提出来的这个修正动议。我们在刚刚开始要念的时候，我不知道为什么民党的一些委员就开始脱序，开始抓狂，然后就开始破坏异常的秩序哦，迫使我们没有办法念这个黄珊珊委员的这个修正动议。那是我们针对原来有的相关的这个条款哦，国民党团的相关的这个条文哦，还有吴立华委员的、这个赖瑞荣委员的、蔡毅委员的哈，他们所提出来的还有国民党团的这个相关的这个条款哦，我们都哈一一的哈。有这个进行逐条的讨论，那这当中当然哈，民党委有不同的意见，我们也尊重，所以我们很多条文都是进行保留哈，那我们送到朝野来协商哈。那在这当中，我们也进行了复议，由国民党财委会的这个委员哈有提出复议，然后就把这个程序整个完备走完。那今天呢，今天我们这个整个财划法的修正呢，已经完整的送出委员会，那要送交院会哈，送到院会，那可能还要经过朝野协商。那我在这里哈，希望哈，民进党委员在进行这个党团或朝野协商的时候，不要再有这种很不好的这种示范哈。哦，像郭国元现在已经过来，我就感觉非常的恐惧哈，不知道我要做什么动作，我就很害怕哦。那所以今天这个整个条文已经这个。审查完竣哈，送出委员会哈，有一件欢迎郭国荣也提出来，是你们打我，我也没有，我连还手没办法，我们是这样很做的。报声，谢谢啊，不是我事实上，会暴力，对，有开会，刚刚有开会，有，我有准备这么多，你有看到吗？开会吗？我有准备啊，我有多。不是剧本，你知道我们在修正哪几条吗？你不知道吧？我想每个地方选区议员都选区的委员都希望争取地方的预算，我们在场这么多委员都是希望这个各个地方的这个预算哦，可以有充足的预算来建设地方哦。所以民党委员虽然想要中央集权哦，但是地方需要建设，地方需要发展哦。所以我想，这个财划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法案哦。我们今天也谢谢我们的所有党团，我们今天都6点5点多就过来哈、哦、在。这个有团结而且这个有秩序的这个作战哦，这个在这个审议的这个情况下，已经顺利的送出财委会哦，谢谢哈、哦。处理，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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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
我会受伤。上车回家，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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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欠我们两个人。然后你要进来，走出来，走出来。好，我们要下楼。我靠，没有人知道你在宣读什么。八条，几千亿的预算这样乱搞，为什么要这样搞？预算这样乱搞。礼拜三就黑箱条文，黑箱条文，没有人知道陈玉珍现在宣读的是什么本案，这是审什么条文呢？几千亿的预算，几千亿的预算，第十章第要在黑箱宣读条文。好，有意见，有意见，有意见，不要在这里偷渡条文，没有人知道。几千亿的预算，几千亿的预算，几千亿的民脂民膏，就这样。不要乱搞了，不要乱搞了，搞什么东西啦？没有人这样乱搞的啦。陈玉珍，你是收了谁的命令要这样乱搞，把国家搞乱？你在干什么啦？国家预算是这样乱搞的吗？几千亿的条文，废话法不能这样用。你既违反协调的内容，也违反立法的条文，你知道你在宣读什么吗？废话法怎么能这样弄呢？请问乐视把林德福？他急什么了？他没才，你们知道他宣读什么条文吗？你在急什么东西了？根本都不知道你自己在讲什么了。陈玉珍，今天一整个程序，大家都说要有地方政府，要有各部会，卫福部没有来。你都同意礼拜三要传各部会来问协调预算案子，立法也都同意，在急什么东西啊？到底在急什么？为什么要急成这样子？国家的预算，国家的财政可以乱搞吗？今天一整天打个乱工，程序发言，你是受到谁的命令的？要这样乱搞国家？大家也都尊重你是主席啊，尊重你是主席，讲拜三才要来讲，拜三要有大家问。等政府传来，等政府各部会都要叫来问，规天讲好，你在急什么？党弯腰，你是收到谁的命令非那么急不可？是谁叫你这样做？民进党要在破坏的李宽城，李宽城，什么叫李宽城？李宽城，李宽城，破坏公务，李宽城。张议员的礼拜三可以问吗？现在党长下来了，礼拜三要叫等进入各部会要叫来问，大家都说要尊重每一个委员在发言。你们哪一条自己都不知道？你现在哪一条都是？你好意思？你乱搞！你哪一条都不知道？你们好意思哦？陈玉珍，不好意思哦，乱搞哎！Thank you.
动议优先处理，你的骗散会动议优先处理，散会动议优先处理，骗人无理的委员，骗子无理的委员，骗子破坏骗子，陈玉珍，陈玉珍，不能骗子啊，怎么不行？骗子委员，骗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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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子，为什么要优先处理？骗子为什么要优先处理啊？骗子陈玉珍。陈玉珍骗子，吴秉睿委员破坏公务，骗子陈玉珍，陈玉珍骗子，陈玉珍说谎，陈玉珍骗子，陈玉珍说谎，陈玉珍骗子，不要推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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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玉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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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陈不要推哦，正确的态度哦。不要再推了。来这边啊！骗子不要处理。处理三位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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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处理三骗子陈玉珍，骗子陈玉珍，骗子陈玉珍，说谎，骗子，骗子，说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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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骗子，骗子在干嘛？骗子在干嘛？骗子在干嘛？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动手，不要动手，不要动手，